参加美国的影集歌唱大赛，获得亚洲冠军的双人组乐团慢慢说，他创作俱佳的实力呢，被日本的经纪公司相中签约，等待了将近两年，终于要在明天发片了。由主唱立德惠还有吉他手沈志芳所组成的慢慢说乐团，他们才华洋溢，受到了日本经纪公司的青睐，成了福山雅治的同门。等待了将近两年呢，终于要推出首张的创作专辑。在发片记者会上，日本的社长是特别的现身站台，表达重视之外，更送上了特制的巧克力名片，希望他们的新专辑能够大卖，就跟超夯的雷神巧克力一样的红。